今天我们要吃妈妈拌面，25.6块，里面有4包，但一个就是6.4块，在 Village Grocer 买的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香菇炸酱面。现在开箱，里面有4包，然后它就是长这样。其实蛮粗的，我看到就是那个面卷卷的，然后有点粗，它的调味包就只有1包，把它放下去。分量很多，感觉它的面会有点油，香菇的味道是有的啦，可是还有香那个麻酱的味道，感觉跟那个好像有豆 bean paste 的那种结合，感觉整体下来我感觉是还蛮好吃的，面有一点粗，然后很有嚼劲，它的面真的是很好吃，可是就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再浓一点点，它还有，我本来在那个店里面是还有看到一个是麻辣口味的，我在犹豫要不要买辣的还是不辣的，因为这个本身是不辣的，这是香菇口味的，对，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买麻辣的来试吃，就这样。